right, gentlemen. I want you to repeat after me, just how I do it. Ready? Your turn. Very good. Go ahead now. Good golly. 上年嘅圣诞节咧，我哋介绍过一间回头率好高嘅超级宠物友善场地啊，咁就位于鸭脷洲嘅，咁佢有餐厅啦，有宠物超市啦，同埋一啲俾宠物可以四围行嘅地方，要系全室内噶。呢间公司咧最近就喺康城嗰度咧有一个新嘅分店，我哋今日就带埋茶啲同埋 coffee 过嚟踩场啦。间餐厅咧就位于康城商场，佢有自己嘅停车场啦，费用就系22蚊一个钟，星期一至星期日都系噶啦。咁另外消费满一定嘅金额咧就会有免费泊车。喺呢度啦，到人的嘢食咧选择唔多，不过胜在有 dog menu。唔好咁样。Ready? 他过不到你。他拱了一点。拱过去啊，自己拱过去啊，是啊。他那边有没有，他那边我就试想行不到了，他说那条路。哈哈哈哈。多谢你收看我们的短片。看完呢，麻烦你希望你可以给多个 like 我们，同埋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仲要按埋隔离的钟仔，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条片的啦。拜拜。